你今天去过医院了，身体没事吧？既然什么事情你都那么了如指掌，那又何必问我呢？你刚才不已经说了，我担心你吗？我就是担心你。担心？也许我死了，你能更轻松一些，没有那么多的压力。 活的也可以更畅快一点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别说丧气话。这是你的家，有事没事的都回来坐坐，父亲很想你。父亲还是需要你多照顾，有很多事情我做不到，也许你可以。 马上行动。